位于新北市三重区大都会水岸公园重划区内土地，建商自建自售的全新建案，不但坐拥公园第一景、水岸第一排等绝佳优势，还有捷运机场线、新庄线等交通利多，声势看涨。为了打响这个首发案，建商特别邀请许多政商名流来到新好样真心不二价公开记者会现场，为建案挂保证。蔡董事长非常有勇气整合这个地主，这个苏虹道里面最大的建案就是他这个建案，而且非常有勇气，这个哈、啊、独资，刚才给出独开发、啊、那而且看到这个这么优惠的价钱哈、啊，其他一些人哦、啊，我也不想花哦、啊，现在都是五字头，我刚刚讲说土地120万哦、啊，他为什么可以卖到40几万？就是用这么好的建材。所以哈，这是真心回馈地方哈，为了这个地方的开发。现在这个地方的开发，未来前期啊非常看好。我们可以期待，因为从他以前的盖过的建案，哦，绝对是口碑，也绝对是可以经得起考验，哦，所以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哈，其实哈，真的就陈如讲的，哦，买到这边，住在这边，有无敌的景观。然后又有这么便利的双捷运，哦，然后整个周遭的环境会改善，所以心讲心牙了哈。建案主推1到3房四字头的超亲民价格，让建商喊出真心不二价。另外，建商也请到律师到场见证，宣示他们维护每位客户消费权益的决心。也承诺采取真心不二价之销售保证。我们为了达到整个销售跟嘉义的一个公平性呢，我们推出了真心不二价哈，所以今天开始销售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在这个刘锦龙律师的见证，那也在张炳煌，我们淡大中文系的这个张炳煌大师写出了现场的我们的这个诚信真心不二价的见证之下呢，我们已经正式公开销售。他会去想到诚信，会想到真心不二价，而且把它拿出来作为他这一次建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的，而且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也很多人都是吹公共的聊了哈。我们欢迎啊，不管是我们三重区的好朋友，或是在大台北都会区喜欢大自然，然后自然的阳光美景哈，住在这里。将来就可以骑着单车，经过我们很美的二重疏通道的景观桥，到三重捷运站，享受你的新生活，便利的新生活。作为大都会水岸公园重划区指标首发宅，新好样不只掌握环境机能的发展优势，交易过程也秉持公开透明原则，要让买到住到的购物族都能肯定自住投资物有所值。记者黄雅兰、张世明采访报道。